OK，而家我哋call 阿包包。喂，咁啊，包包，你见到 call 你嗰个 Skype 咧，咁你就pick up 啦。OK。如果你个 Skype 有问题咧，你留言，即系你唔好喺 chat room 嗰度留，你喺 Skype 嗰度留言话俾我听你个电话咧，我都可以 call 你嘅，都得嘅。喂喂喂！喂，包包，我知你系包包啊！你个名写住 Brad Brad 噶。听唔听到啊？听到，听到。你听到我讲嘢系嘛？听到啊，听到啊。哦，OK。咁点啊，包包？全能神故仔。系啊，我知啊，你想讲全能神啊嘛，可以啊。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是亲身经历的，是我的朋友经历的。不是，即是你的意思是你的朋友，是你的朋友的亲身经历，即是不是你的亲身经历啦，咁样。是啦，是我的朋友的亲身经历。咁呢，话说有一年的圣诞节啦，咁我哋教会呢就去咗一个地方，报佳音咁样啦，喺嗰个地方有啲活动咁样啦。咁呢，咁就有啲人就圍觀啦，咁有啲即係我哋教會有啲人就會同圍觀嘅人傾偈咁樣啦，咁有啲就會留聯絡方法，咁就俾教會嘅人跟進咁樣啦。嗯。咁好啦，咁我嗰個朋友咧，佢就一路跟進一位太太咁樣啦，咁見佢間唔時又會翻下嚟，又會好。即係好似好交心咁樣啦，咁我嗰個朋友咧就同佢建立咗關係啦，但係慢慢咧發覺呢個人有啲奇怪，成日即係可能有陣時覺得佢約唔到都有佢啦咁樣，但係慢慢佢好似好想滲一啲嘢出嚟俾我個朋友知咁樣啦，咁後屘發覺原來佢係翻全能神教會嘅咁樣。Okay. 原來是會咁樣滲入嚟，咁想掹走人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奇怪嘅位咧，唔係因為我個朋友嘅奇怪嘅位咧，就係即明明全能神嘅人通常都係他嘅一啲中年婦女嘅，但係我個朋友都點睇都仲係嗰啲青春少艾啊，點解會 target 佢嘅咧？咁樣係咪 keep 得唔好啊？會唔會啊？佢最唔開心喺呢度啊，其實。哦，即系佢 keep 得唔好喎，咁样系。系啊，佢都即系都好青春嗰种嘅，咁跟住不过佢可能人哋知佢结咗婚，可能有太太嘅味道。咁咪即系 keep 得唔好啦，都已经有太太嘅味道啦，已经。你话成浸老人除出晒嚟喎，咁样即系系咪啊？唔系啦，即系。唔係，不過佢兩方面，一方面就係覺得自己擺咗好多時間心機落嗰個全能神嗰個人嗰度啦。第二方面就係明明人哋 target 係中年婦女，但係唔知點解 target 咗佢，咁我就覺得有啲慘咁樣。咁但係都 fair 啫，因為佢又擺時間喺人哋嗰度，咁人哋又擺時間喺佢嗰度。但係即我嗰個朋友就係有啲蒙在鼓裏地咁向佢傳福音啊嘛，係啊，唔知啦。唔係即係佢同人傳福音，人哋又想同佢傳福音，咁所以其實都 fair 咁咪互傳咯，係嘛？佢應該攞啲霸氣出嚟喎，係嘛？即係佢又驚人哋拉走佢去咗全能神，佢可以調轉嚟諗噶嘛，係嘛？即係佢應該係啦，佢應該調轉反攻，你知唔知？好似反攻佢即係。攞翻嗰个，攞翻，令到佢离开全能神，系嘛？佢有冇咁样谂过咧？都有道理，但系佢处理唔到个情绪嗰阵时，真系觉得好伤心，跟住就疏远咗个人啦。佢唔够坚定咯。哦，OK，即系佢，但系佢系点样知道呢一件事嘅？系因为嗰个人同佢讲嘅嘢。佢點樣發覺㗎？詳情唔係好記得，係慢慢係佢 sense 到有少少嗰個人講嘅嘢係有啲問題嘅，但係詳情唔係好記得，即係好似
即系慢慢系露出佢嘅狐狸尾巴，但我详情唔好记得啦。你真系讲到好奸诈咁，因为我都系听啲又又唔系好理解，但系长即系大概就系、是对方开始讲一啲同圣经。曲解了聖經一些的說話，即是所謂曲解，那是我們所謂主流認知的東西，這樣咯。咦，這樣那個人呢，他那個 feel 呢，是不是即是好像地道香港人那樣，還是說話會有鄉音那種啊？沒有，就是普通的師奶那種感覺咯。說話我好像沒有聽過他說，我又見過他 say 過 hi 而已，就是沒有跟他說過話。哦，系咯，因为我之前打个电话俾嗰啲全能神啊嘛，佢即系嗰啲人讲嘢好重乡音咁样样噶嘛，即系好系咯，国语人嚟噶嘛，直头系。哦，佢有冇听过佢哋有传佢哋嗰首会歌系咩歌？冇啊，有会歌咁样，我唔知喎。我知道佢哋有好多歌嗰啲创作，你知唔知啊？好似你咁样样嘅，佢哋都有好多音乐创作嘅。可唔可以唔好咁样比？唔系，因为佢最开头知道有呢间嘢之，即系我哋教会都有啲人讨论过呢间嘢嘅，跟住就有传佢哋嗰首会歌啊，教歌啊，系 S.H.E 嗰首咩？你是爹，你是我嗰首咩歌咧 ？Superstar 哦，吓，嗰个系佢哋会歌。不是啩？有傳啦，唔知啊，但係啲歌詞好似幾符合佢哋個名。哦，OK。係啊，冇啊，講完噶啦，其實。哦，咁即係已經絕咗交啦，咁即係好快已經。哦 ，OK。佢嗰個姊妹就真係好傷心，咁喊曬咁樣，我都覺得哇，佢都真係好擺心機落去。嚇 ？OK。咁樣啊？咁啊，咁啊，冇啦，佢而家都即係而家。一家大小咁样，即系开开心心 ，OK 啦咁样。哦 ，OK， 咁佢唔想太伤心，我觉得嗰啲。唔系，咁佢其实可能有可能佢喊嗰 part 系，即系佢觉得佢 keep 得唔好啫，话唔定系。都有可能嘅。系嘛？系咯，笑一笑咯，大家。系咯，唔系佢执下佢咯，都 OK 嘅，应该都做。人哋，唉，你唔好谂住人哋真系咁，即系你谂咁样啦。喂，因为系你自己讲噶嘛，即系人哋系专门就系 target 嗰啲中年妇女噶嘛，我一路都系讲佢系都青春少艾，唔系即系年纪上佢系青春少艾咯，咁但系即系佢 keep 得唔好就佢即系咁即系仲大镬咯，即系其实系系嘛，即系你叫佢要勇敢活下去，即系呢个唔系佢嘅错咯，系嘛？因为那个外表不代表一切的，外表不代表一切，你安慰一下他，是嗯，好了，我讲完了。OK， 好啊。好啦，待会我播你的歌啊，好久没播，突然想起。会不会发发的？是啊，包包来的。我刚刚回来啊，包包。啊，Hello。哇，我们真的有缘。我不明白你的 logic， 你们是谈不到偈啊，我们真的有缘。唔系，啱啱谂住收线嘅时候，佢就翻嚟咁。哦，我会之后听翻你讲咩噶啦。好啊。好啦，咁我哋倾到呢度啦，包包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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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咁啊，多谢阿包包咧，即系佢系coin 同我哋分享咧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一个全能神嘅故事。OK， 一个号称咧系佢亲身经历。但是是他朋友的经历来的，就是因为通常人家说亲身经历呢，很难是就是讲到是朋友的经历，可以这样样是吧，但是就是可能呢，就是他跟他的朋友很 close 这样解 ,ok, 就是虽然呢，就是他的朋友呢是 keep 得不好 ,ok,即是青春少艾，但是呢就搞到中年妇女这样的味道，但是呢都可以有權識朋友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即係大家咧，即係我哋要話俾自己聽，我哋要記住咧，即係個外表唔係最重要嘅 ，OK？ 即係未老先衰唔係佢嘅罪嚟嘅，係咪？即係執下佢係有得救嘅。OK， 咁就而家咧，我哋聽一首
包包的歌先，系嘛？突然间谂起都好耐冇听，咁我哋听下听下佢嗰啲歌。阵间翻嚟咧，转头咧就即系讲我哋，即系我准备咗讲嗰啲。不过如果有其他人想 call in， 即系亦都可以。OK， 咁咧就系 Howtin Live。